中に山ほどの宝があるとは中国人には不要なものだ。我々が早く管理すべきだったな。国家有难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人可以欺负我们的。那我们赌一局，看看谁死的人多。还是天下一家救的人多，好吗？守护团体的人呢？他们不走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